福兴乡福宝村一位林姓民众，日前因为破病过身，留下九十外岁妈妈甲行动无方便的大兄，林家经济陷入困境。二十三号下晡，乡长张文鼎、议员黄俊元、立委陈秀宝服务处村长，佮有乡员底下工作会等人，早着物资前往关心慰问。乡长等人是来到林家关心因目前的状况。林姓民众日前因为破病过身。林家只剩九十外岁妈妈，甲无方便行动的大兄，因为林家有一块地，所以无得申请加收入户的补助。但是这块地位伫海边，无经济负担，地主生活陷入困境，拢靠一寡慈善单位的帮助来生活。老大人已经九十外岁啊，啊，搁一个坐行动不方便的阿兄，啊，所以即卖因的生活就陷入困苦，啊嘛希望咱各界吼。那有点那个，当来该到三间，算拢无啊多收入啦。啊，有是靠一寡慈善机构啊，像阮移民人这边哦，啊，那有就是摕一寡民生的必需用品来给伊。啊，伊就是无啊多来申请的地所，因为那伊海边啊，咱就说看后壁一块地就是伊的地，啊，土地也袂当耕作，袂当搬行啊，所以等于有财产啊，地所的申请袂过。啊，所以讲，伊个生活是全部靠一挂善心人士摕来甲伊援助。知影这个状况了后，乡长甲议员嘛拢答应尽量来帮忙，并且转介其他慈善单位做伙来关心。住伫这个海边哦，厝嘛拢真歹，啊，需要呢，咱社会呢，各界呢，会当安尼摕伸出温暖的手吼，来甲斗相共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啊，特别来甲关心，来甲看吼，啊，会当甲斗相共的吼，啊，我是。啊，当甲一寡慈善会吼，啊，甲一寡慈善团体呢，啊，拢过来甲斗相共，希望会当解决伊目前呢，啊，这个家庭的困境。要集合各界我们这个慈善团体，啊，我都修缮的修缮，我都帮助伊，啊，伊现金的帮助现金，我都物资的帮助物资哈，大家哎，伫这社，大家社会上哈，大家共同哈来帮助咱有需要帮助的哈。另外，因的厝嘛出现损害佮漏水的情形，彰化县恒源地业工德会嘛将进行评估，帮助因进行修理。新彰化新闻蔡亮清复兴采访报道。